早做好了，你帮忙看一下。你现在在忙？你在看什么呢？你在看淘宝？嘘，你那么大声，我还在。你看什么那么急？你工作案呢？不是，下个周末我朋友才满月，还没收到礼物呢。哎呦，你就买这个婴儿车不就挺好的吗？你看又体面又大方的，好像是。对呀、啊，挺好的呀。哎，你那个婴儿车，这婴儿车不好买，我听说，那汽车尾气都在1米以下，然后这婴儿车才40厘米，台车上面可能就是会把汽车尾气都吸收进去。就是太高就不会打吗？是啊，最近有新闻报道，因为家长的疏忽导致婴儿车翻车事故。要是真的翻车了，你们能负责吗？婴儿车是一种为婴儿户外活动提供便利而设计的工具车，它有各种车型，大致可以分为适合一般居家使用的豪华型，以及适合经常外出的轻便型。舒适的婴儿车给 BB 仔的出行带来了方便，同时都解放了爸爸妈妈的双手，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幼儿用品。但是你又是不是知道婴儿车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健康隐患呢？大笨象会跳舞，马骝仔会上树。Hello， 欢迎大家收睇今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调查员紫薇啊。大家肯定咧都对我手上呢个 B B 车咧非常之熟悉噶啦，冇错，佢就系小朋友嘅挚爱，爸爸妈妈嘅好帮手啊。而家咧有好多嘅后生爸爸妈妈咧都好中意推住部 B B 车带埋佢哋 B B 一齐去行街街噶。但系而家有观众咧就同我哋爆料话，话啲 B B 车太矮啊，可能导致个 B B 咧血盐含量过高喎、啊，会唔会真系咁嘅咧？最近一啲关于婴儿血盐超标同埋婴儿车高度嘅问题又喺网上热炒，有消息话空气中嘅铅尘主要集中喺一米以下，佢嘅浓度甚至系1.5米柱嘅16倍，而一米以下正系好多婴儿瞓喺婴儿车嘅高度。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武汉、南京嘅两位婴儿就被检出咗血盐超标。而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就怀疑是汽车尾气所致的，难道这个婴儿车的高度真的跟小孩子的血缘超标有关？在调查之前先来看看本期的有奖问答，先以下边种婴儿车比较适合6个月以下的 BB 仔呢？ A 大于150度背靠， B 小于150度背靠， C 小于120度背靠。答案是什么？继续看我们的调查就知道了。你购买婴儿车的时候有考虑高度的问题？有，就尽量买高一点，空气会好一些咯。他们说那些矮的不是像那个吸尘器一样吗？在吸那个汽车尾气吗？没有啊，我大部分就这样的车，我们就买这个嘛。矮的话说它吸收的空气都是汽车的尾气啊，都是很含源比较大，对小孩子不好，这样我也听说过，所以之后我都是多数都是抱它的，很少用那个婴儿车。有啊，所以我们最开始买的是一个高的那个车，但是高的车用起来没那么方便。有考虑啊，高度跟尾气有关嘛。从街头随机调查来看，大部分的家长在购买的时候都有考虑过高度的问题，但是为了出行方便，所以选购的时候很多家长最终都会选择这种简便性的婴儿车。而且在一般车多的地方，他都会抱住 BB 仔，不会令到小孩子长期坐在车里面。咁啊，对于呢个一米以下嘅婴儿车有咁样嘅安全隐患，售卖婴儿车嘅商家又系点睇嘅咧？嗱，为此调查员嚟到一间婴儿车专卖店进行调查。其实这婴儿车大概多高啊？你想高一点的是吧？没有，就看一下，这就是一般用多高的。高一点或者是个90-88，是没有90。高一点的多高啊？50厘米。这个呢，大概？这是40。40到40。对呀，那婴儿车高是不是40-50厘米左右？哎，那最高的是40。现在也是因为就很多人担心矮的问题，所以经常越高越好。对对对。那安全吗？安全，这是很安全的。就怕太高的话，也担心为小孩子不会。也有人担心这个太矮的话会有些，对，会说吸尘嘛，但是要够宽敞，够宽敞。
商家告诉我们，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现在售卖的婴儿车高度大概都在40厘米，而对于网上流传的1米以下空气原实含量高的说法，他们都有所顾虑的，所以部分的车型的高度已经升高到了50厘米。不过婴儿车专家又说了，这种高景观的婴儿车更多是为了促进亲子交流的。那其实这个座位比较高的，我们称为高景观的这种推车，它跟我们标准高度的这种推车呢，其实在吸收尾气这一方面的差异应该是说非常的微小的。那因为它们的一个高度呢，可能只差了个10几毫米，那这个其实对尾气的一个吸收不会说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这种高景观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应该在两点。第一点呢，是高景观的推车让我们的宝宝坐得比较高，然后它比较靠近我们的妈妈，那可能会产生就是这个安全感。那第二点是这个，因为它位置高的话，我们宝宝的一个视野也会比较好，所以就比较利于说我们宝宝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咁啊，一米上下咁嘅质量到底系咪有咁大嘅差别呢？婴儿车嘅高度又系咪会影响细路仔嘅健康呢？为此，我哋专门选择咗几个地点进行空气采样检测。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咗一个车辆密集嘅马路边啦，亦都请咗一个专业人士咧过嚟帮我哋测试下，究竟空气中嘅盐含量系有几多嘅。潘医生你好，你好，诶，我见到旁边有啲好新奇嘅机器，系攞嚟做咩噶？呢两台系啊。都是用来采集马路边的空气中的重金属源的。左边这个矮啲嘅，大概一米高度左右，是用于测试婴儿园接触重金属含量。这个高度高的是一米五以上，是用来采集成人接触重金属含量的。两种仪器采样流量咧，佢应该是大流量采集，要求是12个钟以上的采集。OK， 咁我哋就静心等候潘医生嘅结果出嚟啦。首先，环境专家为我哋检测咗车水马龙嘅马路边嘅空气质量。嗱，今次取样嘅时间就比较长，系要长达12个钟头噶。所以我哋喺等待取样嘅过程当中咧，又带住另一部嘅专业仪器，快速嚟到市区嘅一个商业广场。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咗市中心商业区呢一度啊，呢个广场咧成日都会有好多家长啦，带住细路仔过嚟散下步啊，晒下太阳咁嘅。而同时咧呢度系临近住一条大马路嘅，我哋就试下喺人群密集嘅地方咧采一次样，睇下空气入面嘅盐含量究竟有几多。喺委托专人继续喺原地采样嗰阵，我哋嘅调查员同埋检测员嚟到咗最后一个采样地点，就系好多家长带住细路仔经常外出散步嘅地方——小区花园中庭啊！喺呢个等待采样嘅过程中咧，我哋先请教潘医生一啲问题嘅。系啦，潘医生有一个咁嘅讲法咧，就系话一米以下嘅空气盐含量咧，系比一米半以下嘅空气盐含量系高达16倍咁多嘅。呢个讲法科唔科学噶？呢種講法咧，聽起嚟有啲誇大咗啦。按平時嘅一場嚟講咧，一米同一米五咧呢種高度咧，雖然有差別，但係呢種差別唔足以有16倍嘅結果咁大嘅原含量嘅差別。我哋呢次仲要等待採樣結果出嚟之後，再做進一步嘅分析，先有最終嘅結果判斷。一个星期之后，我哋等嚟咗检测报告啦。结果显示，除咗马路边嘅空气原含量一米比一米五嘅地方系高0.002嘅，其他两个采样点反而仲低咗。专家话俾我哋知，一般嚟讲，一米五以下嘅空气流动性比较差，可以认为呢部分嘅污染物仅因为高度唔同时系唔会有太大差别嘅。不过由于婴儿更加容易吸收源，专家仍然系建议应该要婴儿咧远离汽车尾气嘅。看来呢一米以下的空气盐含量呢比一米半的空气盐含量呢高16倍，这个讲法是不准确的。汽车的尾气呢的确是会对苏哈造成健康的影响，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在车辆密集的地方呢记得是要抱住个苏哈，千祈不要被他们坐在 BB 车上吸晒汽车尾气啊。不知不觉又到了10月份了，这个天气这么凉爽的时候，很多家庭都会选择一家大小一起出去玩的。不过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杭州有一位好粗心的爸爸就带着15个月大的苏哈出去玩，结果呢就不注意安全，个 BB 车呢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浸了入个水塘里面，结果落极心悲啊。究竟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跟婴儿车的这个结构是有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2013年4月3日，杭州一位39岁粗心的爸爸带着15个月大的 BB 仔外出游玩，因为一时的疏忽，婴儿车趁爸爸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落了水，最终导致父子双双溺亡，两条鲜活的生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消失了，一个幸福家庭就此支离破碎。装着小路仔的婴儿车为什么会落落水的呢？原来事发原因是爸爸仔挂住帮小路仔影相，但是唔记得咗踩低婴儿车的刹车，睇嚟呢个婴儿车的刹车咧真系不容小视嘅。我身边嘅呢一部 BB 车咧，喺我唔刹车嘅情况下嘅话，只要我放开手轻轻咁样推，佢就会随住个惯性一直向前行。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真系喺斜坡上面一唔小心松开咗手嘅话，部 BB 车会点样？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实验。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大概有50几度的斜坡上面，等阵就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我放开双手看看个 BB 车会发生什么情况。调查员一松手，我们可以见到在重力的作用下，婴儿车很容易就流了下去，并且摔倒在斜坡上面。为了安全实验，调查员在婴儿车上面是没有放任何东西的，如果真的有个 BB 车在那里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刚才经过实验，大家都可以看到，只要我一松开手，那个 BB 车很快就射了下去了。但是亦都有观众是怀疑，说这一部只是一部空车，如果入面有一个1岁多的 BB 在入面的话，成20斤重的话，还会不会冧呢这部车？咁的確啊，好多家長都認為當 BB 仔坐喺車入面嗰陣，車就會好穩。但係事實係咪咁呢？新聞事件中溺水嘅 BB 仔係歲幾嘅？呢、這個年紀嘅細路仔差唔多係10公斤左右啦。而家喺我隔離咧，就有一袋10公斤嘅米，係同一個1岁多嘅細路仔嘅體重咧係一樣嘅。我哋就試下將呢袋米放落個 BB 車度，睇下喺唔剎車嘅情況下，佢仲會唔會瀉落去？咁我哋用一袋10公斤嘅大米嚟代替 BB 仔放喺婴儿车嗰度，然后将婴儿车放喺斜坡上边，松手之后，我哋再嚟睇睇婴儿车会点样。另一节通过实验，我哋发现冇装载婴儿嘅婴儿车喺斜坡上边迅速下滑，甚至系跌低在地。咁样如果坐喺上边系婴儿嘅话，后果都系令人胆战心惊噶。坐住10公斤大米的婴儿车，虽然撞上了路边的围栏，但是并没有像刚才空车那样跌倒，而是继续下滑，而且流下去的速度明显非常快。看到这里，或者大家会觉得，只要我们看到个 BB 车瀉走的时候，我们即刻过去拉住不就得了。但事实是不是又真的这样呢？我们现在就邀请一位年轻的女性来一起做一个实验。这位志愿者今年25岁，是个普通的上班族，她现在就要帮助我们做这个婴儿车的追击实验了。在第一次挑战当中，在围栏的阻挡下，婴儿车很快就跌倒了。而第二次的实验，婴儿车一路下滑，由于车速太快，志愿者是追不上，只可以在斜坡下方勉强抓住这部婴儿车。剛才那個實驗啊，看到我們真是心慌慌啊，那 BB 車這麼危險，如果真的瀉走的話，想捉都捉不住啊。不過有些人就說了，現在市面上各種配置的嬰兒車都有，我們買個剎車好一點的就可以了。目前市面上的嬰兒車琳琅滿目，從100到几千元都有，各款的款式和檔次應有盡有，大部分嬰兒車都有剎車設置的。商家說有了這個剎車，嬰兒車就可以穩穩地固定，絕對保證安全。那事實又是不是這樣呢？調查員準備做個實驗調查清楚。不同類型的 BB 車呢，會不會他們的剎制效果都會不同呢？大家可以看看，在我左手边的这一部 BB 车呢，就是比较简单型的 BB 车，而右手边的这一部呢，就是复合型的 BB 车来的。它们的材质呢，简单型的话就是比较幼细的，而复合型呢，它就是比较粗大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简单型的 BB 车，它的车喉轮那里的刹制呢，只是简单的两个锁车的啫。而复合型的话呢，它的后车轮呢，它的刹制呢，是一条横杠的。但是无论是简单型定是复合型的 BB 车的话呢，他们停在这个斜坡上面都是非常之稳的。
不過如果我哋擺個 BB 上去嘅話，又會點樣呢？同樣，我哋準備咗兩袋十公斤嘅大米代替嬰兒，分別放喺兩部嬰兒車入面，然後觀察一下佢哋嘅剎車效果。我哋可以見到咧，加咗兩袋十公斤嘅大米之後啦，兩部 BB 車咧都仲係好穩陣咁停喺呢個斜坡上面㗎。好犀利，真係睇嚟咧，市面上嘅呢個 BB 車嘅呢個剎車效果咧，的確係唔錯嘅。但係咧，我哋亦都知道啦，其實喺我哋平時出行嘅時候啦，有好多媽咪咧係好中意喺啲 BB 車下面，或者係喺 BB 車嘅後面加好多嘅雜物嘅。如果我哋再加上呢啲雜物嘅話，咁個 BB 車又會唔會瀉走咗呢？调查完往婴儿车不断都添加杂物，大概添加咗十公斤重物之后，我哋见到婴儿车缓缓咁下滑啦。从实验结果嚟睇，喺婴儿车超载负荷之后，刹车功能咧都系失效嘅。通过呢几次嘅实验啦，其实我哋知道有啲 B B 车嘅呢个刹车效果咧系非常之良好嘅，但系咧有阵时嘅意外咧系因为家长嘅疏忽而造成嘅。就例如话头先系喺个 B B 车后面加咗好多嘅杂物啦，呢一啲嘅事件啦，同埋接落嚟我哋将会讲到嘅几个事件，亦都系值得我哋去反思噶。从这段环卫车上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环卫车驶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一辆婴儿车从路边突然冲过来，直奔道路中央。驾驶环卫车的司机杰夫迅速刹车并按下喇叭，这辆婴儿车横穿道路之后，最终被一名妇女和杰夫拦了下来。杰夫说，车里的小宝宝面带微笑，安然无恙。原来是另一名妇女当天推着婴儿车慢跑，她原本试图把车停在路边一个斜坡处，没想到婴儿车自己开溜了。据录像显示，当时一名男子将一辆婴儿车放置在站台楼梯附近，然后转身去搬另一辆，没想到就在这时，列车出站带起的风将婴儿车推向站台，并最终滑落铁轨。通过呢啲案例啦，我哋发现其实呢啲 BB 车咧，多数都系趁家长唔为意嘅时候瀉走咗嘅。其实呢啲家长买嘅 BB 车上面究竟有冇装刹车装置，定系佢哋自己唔记得咗踩刹车咧？没有，都不会踩刹车啊？没有，停在这里就刹车了。平地上面不会啊？会踩，地的就踩了，有的时候可能不踩。哎呀，不会啊。看来虽然各位街坊购买的婴儿车都是有刹车的，但是大部分街坊都认为平地是没有流车的危险的，所以对锁车就不以为然了。平时是没有踩刹车的习惯，直到一些是有坡度的地面都会忘记的，那时候再酿成大祸就不可挽回了。讲到尾都是家长操心，不在意的小细节，BB 咧都系我哋家长嘅心头肉，但系咧我哋唔可以话贪方便就无时无刻将个 BB 放落个 BB 车度嘅、哦。我哋成日都见到啦，喺上地铁啊、上公交同埋上扶手电梯嘅时候啦，啲家长啊都会将个 BB 摆落个 BB 车嗰度，然之后直接推佢哋上地铁、上公交。咁样做，你知唔知有几危险啊？沈女士在人民广场地铁站二号线转乘一号线的上行自动扶梯上，推着婴儿车即将到达出口时，婴儿车的滚动车轮与扶梯卡壳，导致14人摔倒，其中10人送院就医。发生意外的自动扶梯上，婴儿车的右后轮还卡在那里。咁喺睇咗呢啲咁令人心惊胆战嘅画面之后咧，我相信如何安全规范咁使用婴儿车咧，已经系引起更多人嘅关注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应该好多家长都未必识得正确使用婴儿车嘅方法噶。咁所以咧，我而家就请到位专家许先生嚟我哋解答。啊，许先生你好。啊，想问一下，使用婴儿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在使用婴儿车的时候呢，其实呢有几点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婴儿车，我们要定期去检查它的一个结构的稳定性，看一下呢这个车身上面的螺丝有没有松掉。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定期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安全带，这个安全带呢它的这个功能使用是不是正常。然后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刹车，我们这个刹车呢是要能够把我们的车子能够刹住啊，我们定期去推它，假如说它不动的话，表示功能不好啊。然后第四个，我们也是要看一下它的外观，就是不要发现说上面有这个烤漆掉落，或者是车架生锈，或甚至是说上面有小零件掉下来，我们觉得都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家长应该定期做到这样的一个检查的工作。除了提供安全使用意识之外，一部规范合格的婴儿车到底有什么标准呢？第一点就是我们尽量是选择这个品牌比较好的这种推车，因为这种推车可能在各方面的一个设计，它的功能包含它的一个舒适性都会比较好。然后第二个呢，一定要是选
有经过国家一个三期认证合格的一个推车。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安全带，这个安全带它的一个可能是有三方向跟五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带的一个设计。那这样的一个安全带呢，是对我们小孩子有起一个保护的作用。专家话，购买婴儿车唔可以盲目选择，除咗尽量购买有品牌认证嘅规范产品之外，都要根据细路仔嘅年龄去挑选合适嘅车型，否则会影响细路仔嘅脊椎发育嘅。我们手推车其实有分两种，一种呢是它可以背靠，可以往下调整，调整到大于150度的，这种呢就是适合于我们刚出生的宝宝，因为刚出生的宝宝他的脊椎没有发育完成，所以他脊椎是软的，所以呢必须要用平躺来帮助他把这个脊椎的力量分散。那假如说宝宝长大到6个月以上才能使用，就是背靠呢，就是小于150度，是坐起来的，这种推车。所以呢，我们是以150度来做一个分界，150度，以上的，我们只能就是给6个月以上的大宝宝做，可以调150度以下的，可以平躺的，这种给刚出生的宝宝来使用。本期调查总结：第一，一米上下空气源含量咧差别唔明显嘅，婴儿车高度对细路仔吸入汽车尾气影响都唔大。大高景观嘅婴儿车可以有助于细路仔同埋父母嘅交流感情，增加亲近感。第二，婴儿车安全隐患多，喺使用嗰阵应该定期检查车嘅螺丝等装置，外出嗰阵一定要帮 BB 仔摆好安全带，停留喺地面要注意踩刹车，唔好放过多嘅宠物喺车上边。第三，购买婴儿车嗰阵要认准三市标准，6个月以下嘅婴儿系适合采用带有可调节靠背至平躺位置嘅婴儿车。一般嚟讲，6个月以上嘅婴儿咧先可以采用靠背较直嘅婴儿车噶。希望睇完我哋今期嘅节目之后啦，各位家长系可以识得点样正确咁使用 BB 车噶。喺马路同埋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记住系要抱实个 BB， 而且咧出去玩嘅时候咧，将个 BB 车摆放喺地面嘅时候，记得系要上锁刹车噶，千祈唔好俾 BB 消失喺我哋嘅视线之内啊！因为咧有阵时啲意外咧，成日都会系喺不经不觉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噶啦。好啦，今期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仲记唔记得我哋节目一开始就提出嘅有奖问答呢？记得关注我哋嘅官方微博同微信，参与我哋嘅互动问答，咁样呢你就有机会获得一份精美嘅礼品啦。今期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正收睇嘅系广东